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的水源市场？有。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它是蓝色的？水是蓝色的。对，水是蓝色的。好，所以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我们公司卫龙艺术就是负责这个案子整个改善的一个活动啊，改善的一个计划。然后当时呢，台北市其实在推一个叫台北好好看，他就是把台北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他觉得就说没有那么漂亮的，希望能够透过公共艺术的手法，不是一般的手法，能够做一个改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完、，sorry， 这是我已经看到最大声，那个这是第一个改善完的案例。然后当时呢，文化局就是邀请到以色列最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做阿甘。亚冈雅科夫，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签名哦 ，AGAM 在那个作品的立面上面。那这个艺术家为什么那么有名呢？他其实是在我们艺术史上哦都读得到的一个艺术家，因为他说他的那个作品哦不是三度空间，人家的作品不是二度空间或三度空间，他说我的作品不是二度的空间，也不是三度的空间，它是四度空间。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跟刚刚那一面一样吗？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好，跟刚刚那一面就完全都不一样的。它的另外一度空间，它是把时间，它把时间加进去了。我们从刚刚走过来，其实就是时间在移动。那这个艺术家，他除了几何形之外，他最擅长的是使用颜色，所以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精准。里面总共用了173个颜色，它那个颜色是从以色列寄了色票过来，好，他的模型都做好，模型做好，含着色票寄到台湾来，我们拿给工厂，然后工厂要交到美国去打样，颜色要校过，没有问题。之后那个样再回来让我们校一次，没有问题，再到以色列去再让他校一次，好，没有问题才去生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对颜色的那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好，那个到底用什么色？我们光是蓝色，你们看到的蓝色就多少个蓝色？我们平常讲可能中文就蓝色、天蓝色、水蓝色等等的，可是它光是一个蓝色，可能十几种、二十几种蓝色在里面，每一个蓝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他来讲，那个颜色是非常非常重要，黄色、绿色的。好，大家可以看出他想要表达什么吗？这边正对哈，那个管子。所以这件作品其实是大概十年前的作品，然后这个艺术家呢，就是光啊、环境啊等等的，可以透过一个那个摄影机，然后投影到这个上面来。对，如果你人在上面看，你就会被摄影下来，然后投影到这个上面来。这边是播放的嘛，前面是录影的嘛，它就是把外面的云影天光可以播放，然后就是投影到这个环境里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我们看这一件就是我们最早期的，当时在推公共艺术的时候，最担心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经费会全部拿去买朱明老师的作品或是杨一峰老师的作品。所以当时因为 你说政府有这个预算，当时我们因为我们台湾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你只要有新的公有建筑物一定要拨1%的经费来做艺术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捷运站啊等等那些空间都有公共艺术。我们的公共艺术可能有四种甄选的方法，公开甄选也可以，你直接找几个人来投案也可以，你直接找一个人也可以，然后最后就是直接买作品也可以。但是你知道，如果一旦这个法令规定下去，只要是公务系统的人，大家都晓得你会怎么做，一定是公开甄选嘛，大家都怕有麻烦啊，对不对？我一定就说好，那你要怎么做，我就是公开甄选。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很多很多不同的作品。这件作品也是很漂亮，台大也很喜欢，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就是那个气氛也很好。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刚刚这一件跟那个水源市场那一件，尤其这一件是更明显，就说其实一件好的那个作品哦，它只要那个环境很单纯，它环境可以衬托它，它其实那个艺术品的那个美感就可以呈现。那这一件作品叫做领带带领，大家有看得出来为什么是这个名称吗？没有，它其实是这个领带的那个感觉，就是打领带的那个感觉，它有点抽象化的那个领带的感觉。
因为这个艺术家认为说台大就是首屈一指的学府嘛，所以其实很多的毕业生当然都是社会的精英啊，都是会带领这个社会往前走，所以他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作品的那个造型来表达他对台大学生的一个期望跟一个他的看法。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整组的作品哦，旁边有很漂亮的那个不锈钢球哈，都有看到。其实那不锈钢球是那个艺术家特殊的那个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我的人站在这边，那个周围的那个云影天光其实完全都反映在这个不锈钢球上面哈，你不论走哪一个球其实看到的那个都是这个作品。所以有台大教授跟我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就说哎，不论坐在哪一个角落或走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球跟周围的那个环境哦，几乎是整合在一起的，可以很适度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它在这个位置上让大家可以坐？因为旁边是球场嘛，对不对？对，球场。因为当时艺术家他就知道说这个未来这边一定是球场，因为当时只是在整理，那就是要盖一个球场，所以他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座椅，让大家因为平常他观察到在旧的球场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坐在外面看里面的人打球，所以他希望说他的作品除了表达这个意念之外，他能够跟这个设施来做一个整合。这个作品其实用书本来表达就是思考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人的那个脸型嘛哈，那其实就是它象征当然是台湾台大的学生就是知识很丰富啊，他用这样的作品就是一本书，但是它有点转向哈，你人就是读书，读书也是需要思考，所以就是它是一本书是这样，但是它把它转向，所以人的脸出来，然后人的那个剪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这边哈，但是书是这样子打开哈，人形有点出来，所以它是表达一个概念。那这个艺术家叫做陈龙斌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 Google 就上网查一下他的作品。其实陈龙斌他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家，他用的材料很独特，他是用那个书本，他的作品哦，全部用书压得很紧，然后把它当做一个雕塑的材料。人家是刻石头、刻木头的，他不是，他是在刻书。所以他的作品全部都是用书去组合成的，而这个案子是他的第一件公共艺术，当时就是希望说他说他的作品如果在室内他确定可以永久保存，但是我们问他说这怎么做到，他说这是秘密不能跟大家讲，所以后来大家觉得说我们如果花了钱买了一件，台大认为说我花了钱买了一件作品放在室内结果你不能永久，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交代不过去，所以他就是用了一个这个铁叫生铁，生的铁，好，生的铁，然后他就是故意让它锈的。跟刚刚的那个楼下杨伟林老师的是同一组的作品啊，他当时就是为了这个建筑物，就是安排了两件作品，一件在楼下，一件都在楼上。那也有人发现呢，他其实就是三个那个圆形状的一个作品。他的作品又更特别，他是结合两种材料，就是他编织的棉布跟不锈钢。那他其实呢，他有三个，一二三，然后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范围是有大有小，它其实是象征那个月亮，月亮就是从小的弦月，然后到一半，然后到快要满月这样子，它其实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呈现。然后上面的那个图案，我们也看得出来，好像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哦。它其实是它用那个海报，我们旁边的这条所谓的小椰林，就是以前台大早期的台大还没整理前，它就是放很多海报的，全部都是贴在这个小椰林上面。所以台大有很多的社会运动等等，其实都是透过那时候的海报在串联的。所以这个艺术家他认为说，其实那个海报墙，那个海报对台大来讲是有很重要的意义。